大家好，这里是睡前半上班。那今天来玩是 Balance 平衡97.261的算后续吗？其实我原本以为我已经结束了，说实在话，因为我觉得我这四关的该有的都有，然后旁边又没有东西，我以为就这么结束了。嘿，结果我稍微看一下，我成就好像还有一个成就，还有两个成就，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地球 death。开心是不是？是完全就180度。哇，地球你翻得很厉害哦。还差很多呢。我习惯先把它翻回来，所以我们看正中间还差70几度。但如果不是因为有成就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居然那个地球的意思是还有一关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零度了，那就开始上上下下。只差一点点的。OK， 耶、yeah! ，应该最后一关了吧？啊，这样真的好漂亮啊，其实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居然还有最后这么一点点小东西没有玩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总而言之言总之结束了，是终于的结束了。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这几个画廊都长怎么样。这是第一个画廊，就是一个春天的景色吧，是吧？看起来有点像。然后主要描写的是云朵部分的草地这样，所以这比较像是乡间小道有一点吼。这是第二章的，那第三章感觉就有点日式的美美的。那还有没有写字？我很好奇。没有写字，他如果有写一点字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再来第四章是这个，有一点夕阳落日那种山城的感觉，挺漂亮的。好啦，那就等一下，这是我点啦。哎，嘿嘿，这个是怎样？再把它调回去是不是？等下这该不会是重来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还重来啊？要是真的重来，我会疯掉呢。虽然我是偶然之间点到的，但是我们既然点到了，就应该好好的玩。毕竟它就跟那个地球一样，我原本以为没有的，结果它莫名的就出了一点小东西。
他的音乐都很舒服，也不得不说。看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再回去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一幅一幅帮你弄得美美的。有一点左右部分了，我还是习惯性这样。就是我也不太，还是不太懂上面那个意思是什么，不过也没差。会有积分的问题吗？其实也没有分数啊，不过这毕竟只是其他balance 100的 demo 版的概念，所以我也能理解它可能有些东西略有不同，完全能理解啊。OK， 漂漂亮亮。哦，还有哦，你就没有一个是好的吗？漂亮亮，哇！要再回归，所以每一幅画是怎样战乱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看起来都有点惨？怎么说？我真的觉得他的音乐真的超好听的。OK， 应该就搞定了吧？哎，还有，到底为什么？不是结束了？耶，这个算是好厉害。真的是厉害耶，把自己最后的 balance 100然后当最后的关卡。不过也是幸好我有偶然点了一下才能够找到它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零，往上，但是没有成就了，其实就比较随性一点啊。我说随性不是真的随性，哎、欸，哦，100好，算了，100就没关系。这时候真的很不开心，手晃得超厉害的。
等一下，但那个我还是不懂，那个时间的意思是什么？而且是那段时间怎么移动，都是它都会是开开熏熏的。晚点再来测试一下，都已经玩到破关了，然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，我也是挺厉害的。所以，如果我有本事的话，我在那一段时间去是最好的。可惜我没本事。完了。要开始晃动了，等你不晃，我再来跳。我现在就是一个不太敢讲什么，因为有点怕。上下一点点吧。也不可以改，真的不可以改。左边右边，就是如果有些人跟我一样，有时候手会抖一下抖一下的。我的抖不是指有病的抖，而是你自己有时候会一些无意识的状况，然后手比较残一点的。那就不会建议玩这个游戏了。再过来一点，快，再过来！不开心了。
好像也不会怎么样。上一点，这个游戏就要结束了。我的那个一真的歪歪的啦。Demo clear。Full version 不是 vision version 这是 balance 100，那这个游戏是 balance 有7.2有一血性100就结束啦，这个 demo 版。我其实蛮感激有 demo 版的，因为如果直接花钱买然后玩到最后自己不喜欢的话，退款又有点麻烦，好像也还好。总之我也不是很喜欢退款，就是，不过还不错 ，OK 了 ，The end， 好啦，那就7.26一起先100 ，OK， 那今天影片先到这啦，这里是睡前班上班，谢谢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